F-16V 在11号失事坠海，空军司令部29号在嘉义空军基地为殉职的飞官陈毅举办了告别式，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出席，颁发了褒扬令。陪伴陈毅少校走完最后一程，我们会继续努力捍卫这片天空。谢谢你，我们将永远以你为荣。你的任务结束了。蔡总统在国防部长邱国正的陪同下颁发了褒扬令，并慰问了一劝。那么总统也说，飞行让飞官的肩上扛起了重责大任，但也面对了种种的风险还有挑战，空军却从不却步，诚意也是如此。那么攻击结束之后，由宪兵班鸣枪向诚意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以及追思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